2024年10月23号，今天是礼拜三号。今天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台北非常晴朗啦，这个各地气温拢有下降的状况，北部和东北部会比较较明显。同时，在山区的部分要注意吼，可能比较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有咧行到9月21号，啊，气温的方面，对北高南温度22度到32度，这是咱天气状况，好像种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这摆呢，咱就来讲今天的一个节目，开始看新闻哈。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那个控制的咱台湾人伫中国吼，做生意吼，无论你是做啥物款的这个头路事业啦吼，这几年来拢安尼收敛上，哼，各国一直咧倒亡。今仔日咱又搁看到一篇讲，伫这个中国吼，咧开餐饮业的啦，四个四德的德啦吼，啊，即卖嘛拢吼三千个搬离开吼，中国嗯外国去发展，啊，这是安怎样啊开安尼餐饮店呢？啊嘛是不爱吃呢？听你讲讲吼，听你讲啊，讲吼自从这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封城了后呢，经济同啊一直败坏，崩败落去。啊，爬不起来的情况之下，失业率才那么高，刷单没人敢消费，就算说你有欠寡钱的人，你消费也很欠啊，因为都没什么头路人做啊。啊，意思说在中国开车的人，你心里有够歹，咱这边来听看看。你说在中国的来输市场，那亲像去接兵这样，没兵没当，餐饮业这样大家哀悲叫好，行入了苦境啊。台商在中国做餐饮业，在中国做餐饮业的就对了，现在大家也三生多亡，离开中国，啊，不就从中国啊分开的店，这样一直缩减缩减啊。这个市场的营运规模啊缩减吼，也是多亡啊。啊，多亡的是拢转对对是较济呢，美国啦，啊，不就欧美国家、欧洲啦，吼，东南亚顶啦，吼，唔是一种市场的所在啦，来创造吼营运的成长的动力啊。在这个中国，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啊，这个封城的措施，给咱讲第四了吼啊，餐饮业呢，台湾啊，美国体盖有名的霸主啦，八方云集的对啊啦，这个八方云集吼，讲几十当前就对中国去咧开店啊，分店啦，啊，迄当时生意当好的时阵呢，在中国吼开超过100间的门市呢。开超过100间的门市，这几年都来受着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啊，这个创伤啊，中国的内需会当讲疲软冲击，随时启动了停顿的机制，全面倒亡，离开中国转战美国。目前这个美国的店已经增加来到10间啊，将来佫再继续来扩啊，这个扩店啊。啊，另外佫有一间这个干杯集团，2015年啊，原来去到中国吼做投资呢。啊，在中国做投资的所在有北京啦，有上海啦，有广州，有深圳的顶吼，这一挂吼啊，较好趁钱的城市啦，啊，要快速吼来扩店啦。迄当时一拳头增加到24间店面呢，今年。这个加大中国的事业吼啊，太弱老强力多，继续要关店，一间一间一直关，关到准备了去。中国事业营收的占比已经下降到剩20%尔尔啦。另外到月进行吼进军英国的啊，进军英国啦，在伦敦开店吼，第一间店是因集团的第一次吼，行出亚洲以外市场来吼开店。目前嘛，当咧评估美国啦、东南亚啦、中东等的地区吼，找出的一个开店的国家，啊，包括这个王品呐、啊、吼，王品集团过去2年在中国关差不多70间店嘛，啊，今年嘛宣布呢，也是转来美国做，较稳赚安尼啦，已经在美国投资是1,000,000+。在美国的这个德拉瓦多成立了吼啊，子公司计划集团啊，中行啊的这个代餐加辉格商品打头阵啊，进军美国的餐饮。另外一间就是华晨的泰通集团，中国事业因为啊这个中国。
国别的武汉肺炎当伤害，煞伫两当前停止了吼，佮继续扩店啊，啊，并且吼重新拍开了美国的市场，开始买吼店店的计划。美国华城第一间店啊，将会伫洛杉矶来开店就对啦。啊，位在当地高消费的所在吼，嘉义市台北信义区的这个商圈，五个每年佮继续开两间店啦吼。这餐饮店吼，当然这道这是拢吼真有名啊吼。你像八方饮食啦、王品啦吼，这拢伫台湾拢介有名。啊，你像干杯吼，这咱都唔捌听过啊啦吼，这有可能去到中国去点头名。台湾搁是偏重的，迄就是鼎泰丰。哦，鼎泰丰店系，已经早唔知感觉鼎泰丰店中都拢总是三十一间啊，三十一间嘛，三十一间。哦，这八方饮食啊，这类。哎，啊，现在少一半以上啦。啊，尤其是而且呢，伊这鼎泰丰小店吼，当初就。做好些，伊所有店全部拢是伫中国上流的、收入上悬的所在，才收的。啊，老啊，迄种叫做啥？比较较偏僻。啊，讲偏僻就讲偏做比较较无流量的城市，二线的城市，啊，佮老去点啊老住啊。啊，伊三十一间收十四间，还是十四间？敢若北京的部分就收三间啊。啊，是安那块？拢收这个叫做所谓那种老的地段，你讲嘛？第一。这个所在有消费啦，全部降低了呀，全部降低。第二，店租太贵，哦，老底个所在店租都太贵，对啊，对，哦，对不对？好呀，啊，来南西开一间店，刚从这边开一间，我头天唔对，你看，你看店租你就惊死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我嘛是咧收了啲啦，啊，另外呢，听讲中国嗰个海底捞啊，这是中国家己的地产咯，中国企业咯，海底捞恐怕咧收啊，哦，恐怕咧收记得未掉啊，对啊，所以南西都。我以前吃的好，所以阿里家没有负担，没得负担奖。担钱的，当然拿好的时阵是足好啦，那是对啦。啊，中国的经济问题到底安怎样嘛？这个各方面都一起讲。啊，自二三十年前就讲中国的经济在崩啊，在崩啊，大家趁钱。啊，那是算崩啊，你啊蛮唔知啊。所以在财经的专家已经分析。啊，这个这三年我话要等中国的经济所有钱在中国崩破崩了吼，大概先等三只大把崩了，大概。大型大家的，就买中國的東西，現在都平常心看就好了。中國絕對大問題啦，其實絕對已經出大問題了。哦，現在聽說中國那個爛尾路，嗯，那恐怖呢，就來了。你今天你在中國买栋大楼内底买一栋公寓嘛？嗯，啊，你买好了是栋大楼，伊即摆甲你迄头期款全部甲你收收未了，放了嘛？嗯，哦，你敢放公？你不材料了对啦？是咪比你大？大处理了？啊，你啊嘛，你敢知啊？你已经签了嘛？对不对？你签了头期款了，当然，啊，你就分这栋大楼，会徛起嘛？对啊对啊，大款这什么？啊？你话咩？我讲，啊你讲，啊你个停工啊，一条拢无一个交付啊？交付啊？啊你嘛讲，我是对你啊，我是对你。你搞你搞照的啊！哦，你意思话，咱买厝的时候，不是得，不是建设公司去照，是咱去照的。嗯，啊，你建设公司办，你当做贷款，他咪叫啊，你是就是咱，嗯，就是咱的贷。所以借助是你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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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所以中国，中国这个烂尾楼，不是干那化工业房地产这两块石头这边变贵啊。嗯，你是化工业阿伯买厝的遐，有个人都为了到处羡慕的吼，一棍头买五间十间啊吼，啊，按说讲买买了，买多啦，哎呀，多啦，买六只。这个贷款都还好，身量加水，啊，但是唔知呀，规个冰冰冰冰买个几串，等于那顶个月娘啊，我无迄个就说一盘，这个说买着咱卖落的，即个，啊，牙白啊嘛，牙白啊，开始开面堂，已经行咧头前，讲我厝人无啊，钱也无啊，啊，你贷款要安怎个呢？啊，你行袂到，知道吗？先不叫你话真得病，都要先借的啊，先得工资是属于还袂起，还袂起好，还袂起好。到到目前，我讲迄个数据无甲记下啦，目前伫中国起好的厝啦，起好的哦，有一半以上是肯定也是人啊无买处理的人，起好的哦，有一半是无买处理哦。啊，顶一阵买东西，国民党甲这个白头瓜党，这两党伫国会内面咧起无多，伫通过什么弯哥要甲你明了，叫来问罪啦，金主问罪，恶白话钱，遐个恶货货，迄当时李小凤教授无有啥新闻上。都等地，讲即群国民党内底侪侪的官员啊，包括部分企业点名出来，伫中国政府好做轻松贷款去做生意，那是啊，是嘛，是咪袂做起来？嗯，生意无多人，因为因遮一群国民党的高官，包括国会议员遮，
甲中国银行借钱，你生意做袂出来，你贷款也袂出来啊，啊贷款也袂出来，你变怎？里面表示一只动作，尤其部分伫中国的事业成功几落百亿个哦，啊，迄几落百亿到底是因储好业，全部拢开现金的，还是全部拢去甲中国银行贷款，咱都唔知啊。好啊，你生意做袂出来，不管啊，你钱够，你交得吧？你一般里面变成你赶快请教了吧，但是你那在台湾有特殊身份的人，你当利用你的特殊身份来影响台湾的政局，影响台湾的治安，啊，来给中国去行，有可能咱中国就是要求你安嘛，不一定啊，啊，不你搞钱就钱，你托出来，托出来，本来中本钱就是钱中的啦，我咪算就是讲关键的啦，吼，安尼迄就靠可能啦，对，安尼钱中的钱中的人本来因为工作做起来无钱中，对不对？中国是你老爸，对不对？我广东先嘛，钱中钱啊，对对对，嗯，继续去看老爹啦，吼，啊，看阿爹，佮继续看是甚物款的代志啦。啊，中国到底伊这个经济当动偌久哦，咱是唔知影。啊，到底因内面的情形是安怎，这拢爱专家的去分析啦。啊，咱大家不抓咧看这个经济，拢是袂经济啦嘛。因是，遐中国从较早之前就是拢经济不好个，上你个当前在咧讲啦。我对对啊，我们都笑话。对啦，因中国所有的经济歹是伫这个人民币是无法度通趁吃，包括一寡吼小生意啦、迄个做食的啦、饮料啦、当当西餐厅、食堂店啊，已经全部拢崩盘，无根本袂振动啊。但是因中国佫有一寡所在大赚钱，你比如讲电动汽车，当然电动汽车起码开始咧卖啊，电动汽车起码翻啊，包括因中国有出口真侪钢铁啊，啊，我都变成稀土股的，当当西餐，其他东西佫继续做咧做咧咧。啊，所以只支持中央的经费，只爱钱继续赚。但是问题，你人民币成十四无同人吃啊！你中央的钱继续谈无唔对，但是你买一本外卡手人吃啊，所以拖嘛。啊，但是底下的拖当落的进程就对啦。人家中央所有官员继续吃好用，我讲习近平向甲只讲，唱比美国唱几百亿，啊，人讲那是小卡啊。哎，哎，那伊大卡，伊靠有可能讲贪污一点啊，钱更比啊那样。其实你之前就有一句了，就挂古彩，挂古彩这句话就是对过来。对啊，挂古彩啊，什么叫做挂古彩？就是一般只阿草啊林林，啊，中国对你开刀啊，对你提钱啊，股民啊，哎，唔是股民啊，挂挂你一般啊林林，什么种种唔对，拢讲对你只提钱就对啦。啊，这挂古彩方法其实足侪种，我那我多常常讲，啊，你挂古钱能当成挂古彩名数出来啊？就表示讲中国一个亚个钱啊，亚到比林林成功点。我一起来了，哎呀，到时就捉起来啲卡嚟先，得啦，卡嚟，不变啊，系啊，而家不变，我就笑啦。你做工里面对成多钱，俾银行压钱，二 B 对啊，啊，你来个出催点啲压债钱之前，你压钱就预约呢，啊，你要超过人民票两万啊五万的 I T 在地，他是做二 B 呢，是，哎，到底想要啊？不要，我做二 B， 我做二 B， 你叫我啦，对啊，你压钱是啊呢？你是为钱当红咩啊？表哥给你刁难，你要钱啊？你爱情预约哦。哦，你张天君，哦，你讲要领五千来拜托个，今仔去当时二三。哦，你后哥个帅哥还当了？预约就安尼。中国唔是安尼，你领钱爱预约，啊时搞得爱个经过因的审查通过，头前都一关呢。你要先解释讲，是安尼，当时我才欠钱。哈哈哈！不可笑。哎，搞得钱啊！我讲话个欠钱，我就认下来。对，我准备领五。好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星海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这个蒋委员呢，蒋委员外省的总统吼，阿弟十月七日发表演讲了后呢，这个蒋委员就是办一场那种所谓就是伟大演讲啊，啊，绝无动头的，几点钟啊就结束啊，对啊哈。啊，但是全世界有那个天职啊，讲你这个委员的什么意思嘛？啊，外省的讲的话啊，无做施工不甲效果啊。
是哪一块哈？但是各位要一个在来讲啦，我们来讲的对啦哈。啊，2024B 啊，来讲2024B 啊。啊，这个福建顶大地地图，那是谈平潭哦，平潭这福建这台语福建地潭，平潭平潭平潭嘛是地潭，对啊是地潭，咱就唔知啊哈。到飞地啊，福建的平潭这个所在啊，这顶日啊有个宣布啦哈，当地这个三个地方山岛沿海一带啊，全部拢要顶规条，这个这个是大演习的对啦，哦，有个大演习嘛对哈。啊，宣告禁止区吼，遐全家拢未使入去安尼啦。啊，咱国防部咧表示讲，这个活动是从几啊年以来吼，拢固定拢有个啦，卖个上上侪就对啦吼。啊，无无要紧啦，啊，但是话爱注意的，就是讲这个强化动作，千万不要过大吼。啊，咱家己这边将家己的心无爱用好些，啊，心无爱用好些，你得把住开放。玩怕穷到心红，啊！你怕着一定开红，啊！如果玩你怕穷，我着三百转转啊！你一定是感觉无输，唔敢唔开红，对不对？哪有输的咧？啊！那你着紧开红的嘛，大哥。头先就去开始了咧，我这边吼，大家开始做，大家开始做做到咧。诶，有一天啊，真正政府宣布八强开红，咱民间会当家己拿钱，啊，家己去办了，你感谢我呢？太感谢党商了，你特登去好咧。不然哦，啊，这个谁都登来看咱台湾哦，咱台湾这边啊，看中国的演习，咱们啊，无咧弄得对啦哈。这个即卖咱台湾的决定啊，平和啊，即平直播的吼，其实这个22号就是昨啊，啊，到甲25号开始吼，拢是透早5点到7点吼，啊，即个做啊，到10点到12点，分别伫咧这个马坚，而且中国做上这个这个附近的海域，咱们啊进行着一个叫做进。定江超人呐，定江超人就是安啦，就是龟跑射击，咱那是实弹的，我们那拍实弹对吼。啊，这个说到底，伊是定江什么款的部队，这个无写啦，那两面那个贵啦吼。但是啊，其他你读是读的上面看开始啊，对啊，哦，大家讲有武术的吼，这正枪，拢在做射击啦，这应该是主要装备啊，哦，这应该是主要装备的款的对啦吼。好啦，啊，这是其实正枪兵套扎时啊，加下红仔点贵，咱的。讲讲主事啊，其实就下去混的，我哋根本做思想的啊。暗时啊，系啊，一点过哦。对对对，啊那泡茶时啊，5点到7点。哦。这台湾金门，我哋金门这边正佳跑中央，伊就来就一个运营，正佳都是开到你的景点嘛。嗯。你的景点伫倒位，啊，然后全大家要上害怕。嗯。啊，怕啥话人无法，啊，还佫等下赢孤安啊，啊，大家同胞讲同阿对定是啊。怕啥话无法？系怕啥话无法？都是大，怕是大。对啊，而且做正常是金门，啊，但偏好这有吼，这个不做电影，像讲罕见的呀。感謝你，你的公司幾間和美國啦、日本啦、法國啦、德國啦、澳洲啦，嘛當地日本海峽附近咧做海上演習，嘛但是伊美國和日本，這是最主要是美國和日本啦，啊而且伊這道唔定美國和日本啦，伊嘛做幾多國啦，比如講德國啦、法國啦、澳洲啦吼，啊包括迄個意大利攏有招，啊佮有招其他國家來做這個觀察員。你整下點整咩啊？来，不然来进攻水哈，我讲攻水要你回正。好了，进攻水，两米多高，对，来。我先给你退过啊。哎，阿娘，正常来，再问一下哈，你拢食是拢食哪？不啊，那是吼，我隔壁吼，一个叫报我起来啦，我爱报我起来，我讲啊，我伫电台，我那时间无咧听啦，我讲好啊，无来吃看，我就是以前做陶醉啦，做陶醉是从做陶醉我话变掉了，话变是离他尾吼，等下个离我靠我话变啊，还有下个到下底里涂卡，涂卡，没有，我下一日吼回来吼，开始吼卡拢会疼。哎呦！啊，人家介绍啊，我人家介绍吼，介绍听恁的直播。我也是的。介绍伊都，我介绍。好，你讲啦。啊，你讲
多久啊？吃几罐啊？我记恁这个组织恁吃多少罐啊？今麦要吃二十外罐有啊？你好，你今麦安尼你装着迄个所在迄个生姜安那？哦，我装了时哦，装着哦，啊电台听哦，啊电台听哦，拢直接起来听。反正明仔载啊，你做我就睡觉呀。哦，咱去用台。我就讲，我开始咧生姜话，是讲啊，明仔载你去做啊，我卡卡会过去听的。啊，今麦。啊，今麦就是我人介绍我吃鱼多喏，就叫我感觉哦，我靠，都较厉害安尼啦。哦，开始咧健身，反应的。啊，所以我就是讲，我就是一种。反应更加增加。所以就叫我卡电话去服务中心。有你只要有卡啦，我给你解释讲吼。你来解释。讲这接落去哪里好上反应吼，会愈酸愈痛嘛吼。我叫你在忍耐，你以前敢那讲吃到第三四罐的时候，开始也开始酸痛嘛吼。对。啊，所以你来讲下底好上反应。不要紧，那我所以我都继续去吃。也吃什么？像今年哦，今年有两个风灾大着，厝啊拢贵啊，拢未够生田的啦。啊，我一个阿伯吃许多呢哦。哦啊，像这刚好要落雨啦，要啥吼？哦，他拢开始生田的啦。咱就用台卫生来，你就先栽着。咱这许多栽，给你改善到你生田了。哦，感谢这许多。对啦，我来给你说说。你囡仔在吃喏。哦对，啊我今仔就是我吃了有效哦，啊我听哦。因为我上山嘛，我在上山啊，啊，我上山哦，今嘛感冒，这个感冒了会坏，那个感冒，哦对，抵抗力败，抵抗力做败啊，所以讲啊，啊无先说关系过紧，都紧啊，啊我先说来买紧啊，好食，哦今嘛到这，我食了今嘛贵拢唔爱听你感冒啊，对，我来讲啊，我来讲，我这个我咧强调，我袂甲你介绍过，对，这个囡仔才有提供的，啊那感冒吼，啊准来。感觉来讲也念袂好，但后咧食许多东西啊吼，身体较袂感冒，讲时间比较强嘛。哦，恁今麦恁那囡仔直接感冒，那拢感冒的，袂感冒。哦，恁上岁哦，还上岁几岁啊？几岁？今麦满两岁啊。安尼吼，啊，你一顿拢食几粒啊？我一顿拢食两粒咧。哦，两粒哦。啊，食三顿。安尼会使啊？你食咧高音啊，会气更啊吼，啊，以后伊头壳啊，目睭啊拢较袂近视，拢好啊，头壳食咧较有气，食啥？啊，那气头要。水也嘛，较袂用传染病，像爱等下病都有诶，无较济啦，你较有传染病啦。感谢你呢。下趟下勇士大学听台湾人哭了，对，只不过咱现在公司好有咱大家所提供，只是分隔时间哈，也对正常哦，这等疫情哦，风未增高哦，啊，雨未增大了，对了，天气未增咧变化，就开始咧感觉啦，感觉讲哦，开始多咧生听，这真侪人样咧哦，真侪人带着咧生听前哦，拢会有这种状况了，对，尤其那是咧变天啊，哦，啊，生听啊，乌云啊，落雨啊，啊，气寒气冷啊咧。拢想这乌雕了掉，这个是生天的人想敏感的所在，就是呢。迄有当时比气象都较准啊，风台变真高啊，雨变真大掉啦，气象都阿袂发布，人伊就先知影啦。为个心内家己就知影，这唔对啊，这艰苦哦。所以从许多电话听众朋友吼啊，咱信隆公司许多山这个物件较正。好，大家吃饭嘛嘞，好，但足侪人因为这个物件吃好呀，哦，啊，医生啊，看医啊，大科都吹过啊，吹过啊，都无法度，都无法度的，啊，就偏偏了艰苦安尼了的，啊，所以咱信隆公司产品，你故意各家中间吼，对身体上有请多少些帮忙哦，包括有囡仔的吼，啊，囡仔还没有广告，啊，都是啦，广告囡仔，咱就给人提醒一下，有囡仔的，啊，那出生囡仔吼，啊，伫咧国民校以下，安尼在幼儿园的中间吼，能搞老师搞感冒吼，赶紧。体质个改变起来，唔当个放那些，你家己个囝、家己个孙哦，拢知影，知影这身体好歹拢知影吼。啊，是出问题，关系信达公司许多单，即我听一下吼，有点无了解，继续拍电话来做询问吼。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我这个电话是按中国边部分的电话转送的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今仔就是各位生产公司产品十罐的朋友呢，咱独家送三罐以外，咱提供一款产品，你来生产给咱十罐的朋友。十罐的朋友呢，你也当来经平底锅一支，你要经电风一台，经毛毯一领，你要经生产公司另外有三十粒真的惠安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清、嫩骨素三十粒，经验咯。
两百六十二块，拢袂当吼，咱一道经济上没关系。啊，另外是头个微信单公司商品五款的朋友，咱独家送一款衣服啊，同款提供一款新品，不要请上可能买五款的朋友，买五款的朋友呢，你咱来经三件事的保险还是做，你别个经保温杯一支，经白沙湾起个一条，经大香汤匙一打，你别经六七的洗头膏整一罐，六七的洗发精一包，经燕窝。是阿来定立案，拢总会用钱。咱一道金一行为关键啦吼。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啊，感谢。来接落来，咱咧邀请很多朋友都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这啊是咱台中市展现市来点播吼，台中市展现市点播这首呢，这是陈海啊陈百潭说的演唱《爱情一阵风》。接回专线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因为在时啊八点到夜啊七点啊，咱
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好来，感谢啊，咱继续过来甲进行这个跨新闻。来，另外那边来个看一篇这个含教育有关的新闻报道啊。咱知影这个爸爸妈妈啊，那送囡仔去好好读书吼，拢嘛不能讲吼，这个读书无输人啊。啊，你个就算较含慢读的话吼，最起码嘛都爱及格。啊，今仔日呢，伫这个网络顶面有看到一名做妈妈的人，看到伊读高中二年的查囡，讲迄个断考啦，数学讲考六分尔啊。嗯。啊，这真侪爸爸妈妈啦，看到囡仔数学难考，安尼，阮当拢也想生气啊。啊，无最起码嘛，念几句啊，哦，念几句啊，啊，叫伊要较认真、较拍拼。啊，咱来个看这个妈妈对着伊这个高中二年查囡啊，这个数学考六分尔，伊安怎样啊个讲呢？你讲未少做人爸爸妈妈的人，拢是唔忙家己个囡仔健康的大汉啦。啊，而且迄个行业的升级嘛，希望会当表现较真好啦。唔可是命，妈妈之前啊，伫网络铺文章，你讲讲伊一个读高中二年查囡啊，断考数学考六分啦，伊也无甲失比啦，嘛无甲咩呢？反倒回来教，因查囡讲讲无要紧啦，妈妈知影啦，啊，迄个数学袂就袂啦，免勉强啦。结果这两三句话，这几句话安尼，好超过两万四千人的这个下班路边个市站呢，都落个检查制度对啦。啊，一名妈妈就前下班路铺文章表示讲，因读高中二年，查囡最近断考成绩出来啊啦，啊，迄个数学吼。一科才科一个六分尔啦，啊！伊要甲因查囡咩呢？反倒转来甲因查囡安慰呢，讲无要紧啦，妈妈知影啦，迄个数学未读未安尼啦。啊！这名妈妈啦嘛，坦白讲讲查囡啊，无咧补习数学啦，啊！伫好好多吼，已经读一工的册啦，我嘛无想要互伊安尼吼，转来了后阁去读补习班啦，煞无啊，互伊伫迄个兴趣的科目当中无时间，人伊读我无爱互安尼啦。平常查囡啊，阁有其他做优秀的所在。因此我也反对说他考六分而已，啊，这个文章一个抛出来了，哦，两万多人三千按赞啦，不少咱老朋友真学到这个妈妈啦，说哦，你真正有够好的啦，哦，我啊吼啊，心焦啦吼，无可比进前你倒较好的强命啦，感谢你分享，我感觉吼这出好，看了真感动，我读高中一直到高中的数学吼，不是嘛考零分，上届关的嘛考过一道五分的娘娘啦，你想那考的，但考零分，二才零分是。择题，你给他用议论来，又出选调。拜托，你选择题，阿姨选择题，那无规无做这条，无做这条啊。所以我印象中，刚才我的课嘛是提南博爱，什么叫做南博爱分数？因为红南科高十分的，阿南博爱是十分的。哦，我咧写十分只来，教授我真正，我系啊，我多年啊，我个勉强。你唔是讲年前你读到我多咧？对对对，数学分析你家己拍开来喎，哈，那种对数学伊也有者，他有这个兴趣啦，这多了兴趣。我他妈的啦，结婚那个是当地边啊的搞啦，没有没他妈做好的也做好什么做好什么的，但偏偏就无在钓竿。对啊，对不？啊，你嘛都爱有一个边啊会向的人跟你搞，对妈妈的边啊会向的人跟你搞，我一做好神，你嘛顺不落来，顺不出来啊。啊，那有会向神的人跟你搞，跟你看看，刚好你一个基础出来啊。哦，你来了一百，不是了六级啊，然后来了一回上瘾啊啦。我跟那个做老夫来了做爱神这个物件，不然爱神来做啊，来做建筑啊。我的小话来讲，刷对我来讲，我说我已经是中文了。家己没人改，咱家己都看我。对，数学真正，安那考到安排，他开始加减乘除，加拢 OK， 拢简单。他来开始，你讲什么？你开根号呀？啊，我到，我有啊，五班头，那我做中中二啊。你就爱啥？你就爱爸爸妈妈教，啊，爸爸妈妈会向，你那边嘛不是这样教，啊，无就补习啦，无老师伫课桌上咧讲，你什么？你讲你什么开根号啦？什么？我感觉你说话真正真正经啊！但是咱是一个弯头倒转来。今仔日我说话啊，像啊说话我过去拢是铁人无来无所对啦吼。啊，我爸妈喊这个名啊，我爸爸妈妈拢喊这为了好好的成绩，恁名就对啦。啊，人家人写一点讲，啊人别人安尼，你看大家都可怜，有这样的，大
的呀，阿伯公伯公，家里出瓜那是安怎样啊？不然我讲爸爸妈妈是希望我读册，爱行个毕业啦，因为咱那个电公司哦，或者电公司迄种工资个足老足老低调的，啊，我说话就是无在调啊，嘛无在调，我是跟他说话无在调，其他拢做好，还是说话？是我家所有的科，那个无在调，其中一科啊。不，你讲讲那个时候，讲我其他做科都讲数学不在了。哦，不容易，不在了。英文怎么？哦，我英文国中是五加六加五加六。哦，哎，但是英文你讲嗰啲 A B C 的时候，我用八分是八分是八分的，放弃啊。系啊，开始英文你开始夹社会的时候教。啊，这个国中一年级啊。啊，这个就正常数学科班啊，是啊，那有啊，接龙姐，反正朋友，你不要数学的人，你今日去点名，俾你点，点名你。给你算公交往前进啊！没啊，也给是叫房价，你给你算得啦。哎，我这样，哎，对我这样，找我这样都难。哎，找我这嘛是一招的啊！找我这一时阵是，你看蛮多，我多啦。所以咱一个不读书人嘛，样。你说话只是只要加加减乘除，安尼就好啦。嘿，他出来就好啊。你等我做下去，我没做下去就二啦。对啊，加油！哎呀，哎，做咱那做些时间无意见，嗯，他是讲无来意见。你安排的人讲咧，不是安排啦，不要客气，你还欠佢嘅，佫是人啦，就是要安怎样交男女朋友啦，你也足重要啦，你看拢无嫁啦，啊，即摆吼一堆人唔结婚啦，唔娶唔嫁对啦，啊，家你烦恼工资啊上少啦，出事都拢上低，心不如肺安尼啊，所以我死也死啦。好啦，即囡仔慢慢咧教囡仔咧做下做小哥嚟啦，无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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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个都听住啦。我做妈妈嘅人，我一定教即个仔囝讲讲，无要紧啊，你阿个仔应该总是拢可能。就是啊，系咪咧？慢慢就是啊。好啦，八公公康五八六六八啊，生产公司啊，转个免费嘅叫嚟转转，教囡仔教读册，不如教囡仔教做啦。嗯，来讲真嘅啦，真正囡仔不如教。教咯，你那乖乖顺顺当哦，比啥都较好啦，我讲明的，对啦，哦，你看，咱也是讲过啦，啊，当初差不多之前就话先报这个就好了，吼、哦，这就话先要甲咱工商会，你讲呢？经政府统计啊，起码十月嘛，经各位高委分啊，嗯，经各位高委分，平均每天啊，从诈骗的金额三点九亿。听众朋友，每一每一间哦，每一间哦，每一间哦，平均从诈骗局的金额是三点九九，咱是分析以后啊，三点九啊，啊，这咱是不是平均是拢不咧看到新闻哩？啊，这是九月份的，诈骗也袂贵，所以也袂统计出来。但是这个九月份这个数据哦，经济数惊一个影响啊，不减。无啦，因为以前生活含金麦生活无同，以前迄种的生活含金麦生活无同，即卖是各有另外是特性的生活出来。反正不管，但是重点。就是酸，那酸酸团都厉害啊！说我们天天是这样的，说不了呀。全部宣传嘛，政府根本一直宣传，一直宣传，一直宣传，产品特点嘛，全部都进入那里讲讲。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咱的爱。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2024冬虫健身嘉年华来啦！11月26、27号，凤山黄埔新村；11月2号、3号，冈山乐群村；11月9号、10号，左营建业新村。多元表演到场来同乐，运村好菜、露天电影院、市集、闯关与手作活动，好运刮刮乐，运村拍街机多享好礼。冬虫健身嘉年华，11月26到11月10号，等你来！活动主站：高雄健身官网查询。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广告。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助警器是响啊？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哎，吴宏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免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台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台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方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你的问题，全球方式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方式就对了。从八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方式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全球方式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97.5，快乐混家男92.3，快乐短带雕89.5，快乐短带棒89.3，快乐华当98.3，快乐配偶96.7，快乐红虾91.3，快乐在玩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现在时间9点整。刺激能够好用，咱来赶紧来使用，别刷完起膏，配合正确摄取的习惯，真正让你起花刺激，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这条起膏，欢迎啊！订阅专线拍互通，带人控料7945控79，带人控料7945控79，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咱今麦个等来这部现场，咱同款啦吼，咱这部是开始，要来邀请中国很多朋友做回来欣赏。这首歌曲呢，就是咱台南市张太太来点播，张天君演唱的这首歌《无情的梦》。
免费的机会专线0800-0500-6688因为在这边的人到了两年七点那能用专栏来咱们做接听好来感谢我们就继续来看新闻来来另外我们有来看到这个国民党这个宜兰管理员因为买票选举的过程当中买票当时去给这个法官给判动算不好了这篇我们来听说嘛宜兰党籍不是啦国民党籍的宜兰管理员叫做曾淑如啊在选举的时候他们老爸曾阿勇啊去让他查出说帮忙他们查子连任管理员啊为了要帮忙他们查子就可以动算连任管理员结果用就一票4000块啦哦4000块的代价去给选民买票啦不行你这管哦行情真不一样那就行为着要顺序动算啊，那就对了啦。结果是那个动算呢，但是这个检察官对着伊提出动算无效之诉，去审判曾淑如动算无效，伊不服再上诉。可是顶番伊昨判决驳回，这个曾淑如国民党这个管理员的身份动算无效，失去了吼管理员的资格。依然啊，这个管理员应该爱选七席啦。啊，这个说曾的入住就是吼曾淑如啦。本届吼得到3525张选票，会当讲吊车尾来险胜，比这个绿头啊绿选头的民进党籍的黄惠珠呢加了63张票啦。依然选七个，是这个选区七个还是？嘛唔知伊就写，可能依然讲七个议员了。伊是写依然七啦，管议员啦。哦，安尼依然七是写选区啦。无啦，依然七，阿张唔知，唔知是写唔对，张依然七。阿七，伊个是。宜蘭市教育管那市啊，管那市到选议员，管那市的民意代表呢？一个代表，市代表啦，市代表，伊这蛮在，是现在这样，这个蛮在啦。欢庆哦，起码有这个动砖头的民进党籍的黄惠珠哦，啊，你这个去唔三十岁啦吼，伊来迄个来递报，来递报。啊，伊这个黄惠珠目前是担任民进党籍的立委吼，陈俊武做啊，第一的这个啥立委的办公室来对。做助理啊！啊，伊昨午来到法院家吼，听出判官啊，判完了后，伊感谢司法啦吼，感谢司法吼，道歉，因为贿选引起的无公正的选举。啊，但是这个管理员已经做两年去啊，啊，你进前去做两年的钱，敢来吐出来？咩？唔变吼？咩？无你照你讲，你两年的钱，你买火车的动砖头，买这个动砖头这个人，
爱保险保险啊，叫你动转啊，那是一杯票、客杯票来动转的啊。应该叫你讲哦，你这个客杯票还是客人哦，不怀手段动转，命行最应该的做出啥收点，全部爱抛出来啊。应该的这么东西，正底下靠客人里面还你，太狂对不对？讲你嘛是有理的。啊，对，命行命行，你要人家那你先安。对了，这人美成思梦中一日香槟国际，他这个呼吸卡皮是香槟国际，阿别查到那别个要求过低的香槟国际组还是做李文到李伟，将来的我唔捌问。知道人你家己，做这移动员，佮到你美成思梦的时候，你那种在爱家己嘛，香槟国际嘛，阿仔肯过阿边变出来安尼哦，没有，怕咩？这不正常呀，不中爱呀，正比较才有这个。阿是这样呀，阿兄你美人你哋啥物论文呐？学术论文呐，博士论文偷写诶，阿兄，你无嘛偷抄诶啦？阿兄，你无去偷抄吗？对啊，阿妹啊，妹啊，检方煞无主张讲迄个落做啥，李建安伊诶这种落做起诉啦，破案，这个法院甲破案啦。虽然伊是迄落不法动算，但是伊确实真正都免以为开会，所以有做爱判的，所以应该也有嘅薪水的，对，你看，所以这里边咱台湾的法庭，好啦，听听就准煞。阿李建安，我顶诶，昨日一通话电话讲过啦，吼，即摆。老娘，是当我准叫记者去去调理这个案啦，已经离回正法官嘛。对啊，怎么了？哦，伊不出现啊。在人神经骨折了，家己迄神经骨折了，伊就离回正法。啊，这个去年也是准叫，两年，因为前年咧，从来无试过当试过面前的代志。我讲啊，有啦，有诶，足久啊啦，就是那个头啊，即个讲个家己个老啊。你咧讲一篇文，一篇报道，正法的话啦，有啊，试过当前的代志。你去调伫咧台北一个高级餐厅内底咧食宵，啊人肥啊呀，肥啊我。请假呢，就叫刷了贵妇嘢嚟，对啦，系啦。不过平常咱靠身份报应嘅，知道咁知咧？吓，真嘅。所以叫我做议员，赚钱啫。我做议员为我钱啫。都唔知用乜咁样流毛。有啦有啦。你用咩啊？有啊。你其实你听啊，李焕咧，李焕咧，李焕咧，那直接你爱你听讲个先对啊。啊，都偷走伊都去红家迄个，何法医甲判医，伊用个偷娘做医啦。啊，啥物啊？啊，都得红出去啊，得红出去，得对伊都问国人造娘，无必遭对国人啊，中国人伊个。我们被招对了，那么你想移归避离台湾吗？阿天华，李建华，李建华，李建华，都讲讲讲先啦。哦，李建华对了，李建华，李建华，李建安嘛，哎呀，真正呀，好，这咱的这里面的南方人是在那里边啊，哦，是咱啊，是咱来那边先，这个站的传统我们不站的。哈哈哈哈哈，站站站，那里站，站过来办公去啦，来了，从你过来，你家他们都打开了，我也是个单调的。你不要找人做领导嘛？哦，我一直做领导，我你做派哦。哎，俺台湾不是这句话在讲吗？我做总统人人有机会吗？啊，咱是开放民选啊嘛。啊，我是因为迄个要做多证件，我交未出来啊。多证件敢若五百块，嘛唔使啊。总统敢若五百块，无敢若五百面子啊。我讲贵嘛唔使。啊，你讲你哪要用迄个多证件来算？你不要个成人数嘛，还是面子堆出来？对啊。哦，这是用这个关卡。你的人工做总统人脑机会怎么相信？那有可能的，哦，对不对？哦，你人工做你不难呢？选举的钱拢有政府在负责，但是我来定一个上限。哦，比如讲从大哥伊在选地位，你老免太挂心。啊，你开也无效，因为你拿乌白走，乌白打算蛮多，乌白单签个单子啊。哦，啊对，啊你后你的就你要选地位啊，日本就蛮皮肤讲的吼，就多做你从大哥三百万，啊你就等于三百万尔。哦，啊你袂使也无款哦。哦，安尼哦，哎，你就是提政府。三百万这个都公公办啦，我不能在另外一个是啦。我们这个传，我话咧，之前我哋发生啲人即系，啲人即系都是可以。对啊，啊所以重点就是，即个是日本的迄种所有的公务员，我是感觉做好，我感觉系做好。用人来讲，你就能够在咱当面的所在，你后头是选举办一个安排，哇，几千万，几千万安尼开，哦，对不对？所以即个，好啦，日本日本的好啦。台湾自己本身的专辑哦，实在是夸张了呀！大家过去咧来咧卖股票咧，啊，什么死人骨头都做会出来，啊，正经那坐票的乌鸦都什么死人骨头做不出来。但是我有讲过的嘛，这个舒服吧，先阿讲舒服啊，一定会舒服的。人生会所过一半，欢喜得爱，我话。
白看看，我来看看。对啊，对啊，意思叫你看。人生，人生会所会看，对啊，翻书的，翻书的来看看，就来记下哈。啊，咱这边啊，你定下来，你来看啊，别被看亏他都听啊。看破，看破比看亏个啥？看破是歹的啊，看亏是想歹，这个是要见到阿文嘛，阿文啊，你是看破，那看亏，平常这样，你要甲看破想做歹的。啊，看破不是同款吗？看破人看你不是同款，我差这啊。看破是看破是对这个，看破是对这个代志已经无唔忙啊。哎，我无执着啊。看亏我是无执着，但是这句话是因为要阿文唔加大阿两只看破，阿无我感觉这师傅啊，根本就讲这句话你无嘛，出这句话水的。不，是看亏加看破，看破是真真假假，叫做断舍。看破就是卡贴贴啊，系啦，迄个简单就是断舍。卡贴贴我袂看破，我变成假的啦。我要吃菜了，我要吃菜了。有的人是啊，有的人随讲我看破啊，是我看亏啊，但是咱现在看亏，无看亏啊。系啊，出街撞大家都嘛讲看亏啊。那看破大家看嘛，看唔着，就咱讲的，看得破啊。系啊，所以咱讲国家富贵啦，下面是富贵，看破，看破，看破，对唔对？看破不一定歹货，系呐，看破不一定是歹货。譬如讲我对看重是看，就看破。即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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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多事你也咁样可以哦，啊，其他都做咩嚟嘅？嗯，等下我困夜时瞓觉嘅时阵，你是边班嘅？都如何嘅？我知啊，边个讲班嘅？大白先问定到你，你是边谈面谈嘅？都如何嘅？呢边谈冇福气，本来就是个坐人谈，所以都想翻来。你谂下，而家下生一齐翻嚟。我将呢边谈嘅人讲得少数啊，我惊我冇边谈都唔听。所以人哋卫生观念，卫生观念，你打开工就可能就成成交都集中人。不是啊，你就是我你看了过点，就是我工会不你十足几条喎。咱有一个尊雕嘛，对，有一个尊雕嘛。忙啲啊，家己都有家己判断票，我做。咱就是，是啊是啊，受不了。对，啊，来啦吼，空不空空，空五百六六百，上岸公司人转国免费的叫转转，其实我阿姐阿看坏人多济，做钱唔是啊，我是花得空我。你也不够出名，对不对？好，哎，来，对，来，另外咱边那个看一篇吼，比较吼较快乐的啦。啊，当然这是针对吼对应该有兴趣的，这如果是对应该无兴趣的人吼，可能我就爱看破啊。来，这篇吼，这是在报咱台南，咱台南有一个古迹叫做五湖。我那当时人卖去用乌白创创一半条去就对了。那当时那个五湖是他创条单后手叫单队书去去那个啥去那个单队书包的公司嘛。无本来五湖是有够水的，是属于咱台湾的三大。那什么老人家嘛，就是按这条条水的。无，我是讲那百货公司那地卖去，他创条后背的有，伊唔拉创伊啦，叫创一半条去就对了。起码五湖是有够水，足够依赖钱的。台湾山，有这个南部五湖啊，中部就是高政府因那个高价，那个，啊不是，那个五峰啊，五峰林家啦，五峰林家，林家啦，北部的什么县，那个咱两公，就咱台南马路就金门，金门唔蛮听，金门唔蛮听，就有台南公，但金门唔得咧，不得潮咧，就属于金门五水林部五湖一大，但是讲起讲大啲，金门呢都唔系唔蛮唔系啲，唔系唔系啲，我头前。都啊，温地动下，嗯，哦，啊，乜，你啲牛肉干啊，哦，诶，嗱，即系五一回咩啊？啊，有鸡爽，诶，老水嘢，应该是表水嘢，就不能其他想水啊。喂，你冇看诶，而家时代就唔系，唔得啦，唔得，咱冇过来整咧，唔话表，我冇表，唔表，钓鱼完全撇掉，叫我来哦，你不当就是叫我来，这边，这边，那去我来，我那是大哥。最近要来办一场爵士嘉年华，这个爵士嘉年华邀请到国内讲吼有全部的团体啦，全部拢是对声音乐的啦，唱歌的就对啦，要来这表演。啊，这十五个团体里底吼，
当然有真侪名啦吼，啊有一名，其中佫来自英国，唔是来自法国啦，来自法国的这个台湾法国的混血哦，要来教家表演爵士嘉年华吼，啊这时间伫啥物时阵要来举办呢？看众朋友，咱若有兴趣的时阵啊，因为多好今年无得台南四百年嘛，啊四百年哦，伊听你讲讲吼，啊伫这个二五啦，伫这个二五啊，伫二五开始，二五二六二七就对啦。尤其是李李那李七吼，这两天吼，都这个爵士音乐吼，刺激以外吼，包括李哥阿哥餐厅的这个暗面，阿恁有兴趣的朋友吼，来家听应该个物价的吼，啊，你要吃什么物件？这应该是有消费的吼，啊，你要吃什么物件？买什么物件来吃吼？阿是明天应该冇袂歹吼，因为这拢是歌手级的。对，啊，主要是爱听有啦，爵士遐咱就听无，咱就冇听爵士啊，知？有的听伊讲这爵士音乐有，这可能。五人音乐，对，伊家蓝调同款，蓝调嘛是五人音乐。然后爵士音乐就是在蓝调来带舞的，变出来的爵士音乐。他说那个叫爵士音乐，就是爵士音乐，就是爵士音乐，对啊。不要你去，大家都不想用的。他说别难的，不要难的，不要。今天我做文家，爵士音乐就是调，你唔知啊？我那无用唔掉啦，我那无用唔掉，就是蔡进南老师唱一条迄个。迄个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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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条是用什么？来这路啊，来这路来啦！哦，迄条原本是英文歌改编的嘛？来这来这英文歌，杨氏如日升如日升如升啦！哎哎哎，我那么记唔掉一条就是熊爵士乐啊！没有，没啦，这条是爵士乐。那可以我怎么可以？嗯，可以有啦，那可以几条五个？加一点主啦，他正经爷爷是专门唱段子来的哦，日升如日升如。啊，一条应该我那个记唔掉啦，我唔敢讲我内行，因为伫两名音乐大师面头前，我哪敢讲我内行？够行嘅外行，系啊，啊，两名张大哥含阿星，两名歌手音乐大师面头前，我哪敢讲我比音乐内行？难听唔得啦，咁你个老爸唔得嘅，咁你唔想当主播？你切瓜都，你切瓜都同人攞热气，唔知我难啊，我拢攞，做咗切瓜，张大哥咧。莫得挂用我的心思，你明白啊？啊，这底下无好食，就随个点。你厉害，你比张大哥较厉害，因为张大哥拢唔把你讲娱乐歌的规矩啦。你拢讲，我这条歌都笑，就笑到随个笑去啦。我等你用，你甲听到屏幕讲，我就是搞笑歌啦。我入边录音是就头 OK 啊啦。行啦，你现在是叫做唱歌，唱完就说，马哥唱的是感情。来啊，听歌你听说，说马哥的唱的是感情。啊，这样子，那是不用下功夫。你唱，你唱的是什么？你的歌声好听。我同人耳朵唱的。变成段子了。讲白讲讲，你讲完我讲翻你。我不准备，唔是噶，你唔知啦，头一行嘅，你头盲字啊。我啊，你啊，卡顶跑啊！我白相，我顶头在干啥呢？我就是卡顶跑啊！系啊，你啊，就是卡顶跑啊！有啲卡顶跑啊！系啦，我是贵老师文作品啊，紧张翻死，对唔对？但系你啊，喺我口音度，听到朋友俾啲呢行现场出事掉下，现场，现场，现场是啊，咱这就冇用到咱嘅行情，一定爱有感情。对啊，你嚟，你啊，嘅行情是一定爱有感情嘅，对唔对？啊！而且在在有坐迄个啥，迄个老师里头坐，在手在后，手机啊，对啊，挂行情是安尼，太衰啦！本来讲要去演唱会啊，但是不要家己上上，好死搞，全部家己都无去唱，演唱会好惨啊！好，空白空空，空五百六六八，现在公司全都免费的叫，来，我要唱歌，咱讲真的，唱歌是爱听卡，你看，爱听。啊！今仔日唱歌，咱咧台中无咱只点嘛真爱歌。其实恁听我歌，你系感觉轻松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感觉你唔会唱歌，趣味啦。尤其个阿强买掉，对啦，阿就都。
不要讲啊，我哋咁样，你有一条坏条是是你敢考的啦，你考的，你考的，你敢考先，考得孬啊，冇得唔得，又不要那个装置啊，就不要啊，你哋讲唔使装置嘅，你好笑啊，都算啦，唔讲，哦，你啊，空白空空空五百六六百哈，先把公司烂赚，我真系好嘅，但睇到平时微信股当少嘅都叫啊，唔是冬天，我都系用住啲潮啊，等啲潮，对啊，你用考嘅嚟，做 B I， 考一百，潮潮到好啊，就去买个公考啊，我意思是讲，咱生出来就是用考嘅出来，我而且咧生出来用考嘅出来，容易怎样？生出来他就冇咩用潮，从今年将所以不济人嘅研究嘅结果就是，你先你那出事就怎样？我就是修了路，搞我那重新来做啦，没行啊，没行，没行，我干嘛？从头到我系低级嘅，我干嘛？你那出事是啊？那考当然冇考你在嘛，一定爱考嘛，爱考。考梦龙家的，考这么多，爸爸，爸爸，我个人认为就是讲，这个囡仔原本伫母胎，你妈妈会辛苦顶十个月，你可能敢硬敢要出来，也唔敢嘛，妈妈的鬼也唔敢嘛，所以就到，你走出来，你敢要出来？到当时啊，那个三伯买到三缸啊，买到三缸一个啊，吼，阿伯妈妈也要出来，是讲阿你要大汉啊，爱护你嘛。对啦，我妈也干嘛管出来？他不然就求在龙，哎，龙口最是用考的出来。还行，那个好嘞。阿伯。最近干冰好啊，爸会开啊，我但是都来不晒苦了，不要辛苦了，对不对？一出来是真正来搞灵感的，对啊，灵感，灵感呐，灵感呐，不错啦，灵感的不错。你来搞灵感，你干嘛讲？你开始不讲话？对啦，对啦，拢以为灵，拢以为是啊，拢以为是灵感冰好，爸会开啊，我唔知出事来吃苦啦。哦，你要把这灵感搁渣那好，好事的，我不再来了。哦，我这个顶出去，不再做啦。哎呀，好！有人家问题呢，从我老师又唔会出人，即系做咩？我谂讲嘅问题咧，你从我老师又唔会出人啊？有冇情况？一般啲东西讲唔能老师人诶，出事伫呢地方后面家庭啊，老师人都啊都都是通常做先做好嘛，老师都在我顶倒台倒台底下都系环境啊，有可能啊，大件东西啊，有啲人带去，咁而家就为难事咧，为难讲一出事，呢啲人就来拖债，冇就是来欠债，欠债，诶，两拖就是欠。哦，就这两种可怜的。啊，但你公司用什么特权行者？不管你公司是，我今麦想到这个人挂问题。你敢看这个人一世人，免得靠他今麦挂问题都是唔正气啊！我觉得。就是乖啊！我不要人家一世管咧，一世人可免得靠今麦一共四行，其实就对了啦。大家做高跟的人，大家拢下东，伊本唔正，伊要下胖，盯着出钱了，变变胖了，变胖来吃。一比来到今麦，一开始讲今麦就得辛苦安尼啊，今麦想到呢。你今天还是破一次两个两个，起码包括我也带你做一台机，看你做错了。医生，我是管的贵啊，越贵呢。啊，医生，大家做医生的时候，我听讲我那敢管，我那话派，你都不怕杀人的，我被杀过被咩？医生又是其他咩？这都人情呀，你管一下咩？医生不怕杀人是杀光，一旦把你咩，一旦比你更多的把你咩，把你气尽的。所以这个错不了，但还没到人家顾，那不简单，太他妈难了。这就变了，对啦。到底，然后最后拢直接去关你半天来啊，到底啊，欢迎陈北平，想来北京的哦。有错病，先做一条线，你懂吗？你懂吗？莫屁也是，打完波嘛是本身嘛是惊死人的人啊！我根本无伪装，唔敢出门的人啊！对唔对？哦，你挂断你家己讲的啊！哦，伊就是咧讲因老母，讲因爸，讲以前路边所有支持的渣，恁拢是无伪装的，唔敢出门，去挂断就讲的哦，怎么的？我去吹，什么没关的？好啦，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现在公司按转个。免费的机会转刷，金光哥，来金光哥，等等，哎。六六八，这是咱全国免费的机会转刷电话。来，这边来，来，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这是咱新山金立明第二代。咱新山金立明第二代，这是用着咱加拿大尾巴油厂所来制作而成，而且啊，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咱高科技来做催促吼。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个高科技的催促，这是咱拜尔博士一说。
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熬合技术，这超音界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当然，这嘛是经过吼啊日本啊韩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这些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目前就是吼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当然，咱内底新闻有真多，伊有红罂粟、玉米罂粟，包括花青素、小明草，包括吼啊决明子，伊有等等等等真侪项物件。这所有物件，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熬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诶，话就对啦。当然，咱的新闻会大大减少。简单讲就是讲，你无这项技术来甲做萃取起来配方。你说吼，得到的这个效果未当真济啊，所以咱啊尾巴啊，咱尾巴有像吼啊，咱百合博士用这个专利的熬合技术来研究起来的物件，这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而且是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但是朋友咱平常时啊，你都感觉讲有时你得减退，别来讲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老白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甚至你本来都已经是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你拢会当来搞挖课，来搞挖课吼。啊，当然，咱平常时，如果你若是讲吼，啊，时常咧用电脑啦、耍手机啊、来看电视的朋友，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大家爱看，你把手一定会比较吼，较容易损害到。还是讲吼，啊，咱啊长期间吼，有好咧照顾，不管你跳多摆，还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有可能你会挂起乌龙的目镜来保护你的目睭，这真好。但是如果你长期间安尼落来，对咱目睭的伤害嘛是真大。恁拢有可能吼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天得病来症，吼病来症。啊，当然，如果若是讲有这个镜头的朋友，包括吼你的头颅、你的视野吼，是看咱物件的人。你也当来吼，挖开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啊，你信不信？信产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这是由别人加拿大尾巴油厂所来制作利息然后，来介绍的今天我要来给咱推荐介绍，就是咱的信山软骨素。咱信山软骨素里面有真侪成分吼。像这些东西的本土专利啊的产品的物件，啊，这软骨素里面伊有日本的专利，就是软骨胶原，包括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这个乙烯葡萄糖胺，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硬骨，包括咧制作吼咱关节吼凹翘。不管是啊，这个手的部分，也是讲脚的部分，这个凹翘，或者这个所在吼，这个伊骨长骨长，和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吼会当润骨，那像从你前肌有迄一般，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到咱软骨，啊较袂去伤害到咱的硬骨。啊，如果咱这个啊关节的所在，如果曾经老去受伤过的话，有可能你这个骨长骨长，而且功能会减退。啊，你功能如果那是减退的话，你吼啊分泌出来骨长骨长，伤过头少，还是根本你无在调，咱去分泌骨浆啊！你当来个挖坑吼，咱信山的软骨素，日本传的乙烯葡萄糖胺专门做做骨浆骨浆。如果那不加骨浆骨浆，来个咱软骨的话，咱的手脚、咱的脚脚、咱的关节的某些的所在，真容易会去损害掉。很难讲的是吼，你打坐的磨吼，你那个软骨的去磨害去，啊磨害去就刷了去，你就磨掉软骨，就是开始关节的疼痛的时阵。信山软骨素来对一个两德同。小分子加完两百，包括维生素 C， 也个人的美国 NEC 两百分解加素，也个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是补充到咱人类骨头当中的钙，上加有效的物件之一。当然，现在啊，迄、那个产品啊，伊拢强调讲话，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补充什么钙？当然那是吼，因啊因的认为。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要来甲恁介绍目前补充钙上加有效的物件，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软骨素来的主要成分了，对。所以用这方面的听众朋友，要恁台介绍个非常清楚了，对吼。非常详细吼，初步啊，什么种种拢跟恁讲啊。非常多，软骨素加在电力里面第二代了，对。所以啊，不然脑部血清就会用吼，未使回脑壳，回来脑壳就来像阮一条狗啊，你赶快就对，脑壳也塌。开始惊人杂志就对啦，有诶物件就开始杂，一条狗啊就未通，未通就会臭哦。所以上去话，恁会更赶快意思了，对。那要塌掉就对啦，我讲起来咱早未好。
提脑里看不哪得，提心中看不哪得，后一会不通，提卡不通的哦。你把它清净了呢，所以用记录啊，真我不记录先改下哈，不送给男主兵，该会散兵的爹哈啊，当年出问题能怎样哈？这不送给会长说，你不能够，距离消息五千万里，台湾多多多。跟大家人的责任呢，你把这个团就关火弹子那个量哈，所以主要在三兵地瓜，那有许多山借三兵来这搭配这数量，屋里没不了解，怕点我们做选择，所以我们空白空空空五百六六百。好嘞，感谢关国民会的叫会专线，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在下八点到八点的七点啊，两段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嘞，下段时间呢啊，大家就轻松来开讲啦哈啊，这个开讲报道无限主题哈，啊，大家就是放放个较轻松的就好哦。啊，咱的电话就是二六九九四五六哦，二六九九四五六在。人的电话，我把他表拿去卡人拿还加一个碰约，啊，电话拿卡通的时候再拜托，哦，喺这里做事，直接叫我无线哈，啊，听电话谈得好安尼啊，哈，啊，都等来，来，来，你好，可以，阿先生，大哥，先生，我跟你坚信一个啦，好来哟。叮咚，比如讲宜兰市会当选管理员啦，阮叮咚市会当选啦。哦，是选你嘞？啊，阮不是代表吗？代表阮嘛有啦。我阿有啦，哦。管理员。哦。啊，是当然，阮叮咚市边阮是管得住啦，所以阮嘛是选管理员啦。哦。对啦。嗯。啊，哥来哦！啊，请问哦，张大哥，你帮球你唔知是啥物球哦？挂三里球。哦，赞赞赞！三里球，我是最爱看棒球的咧。我知啊。哦，你爱看棒球吼？我虽然目睭无看到哦，我最爱看棒球。哦，你吼，我最爱看棒球。哦，是是。哥啊，哥只哥啊，啊，前日你头拄仔讲个，妈妈讲唔捌解，讲个囡仔科说。哦，是啦。我你讲，哪里有你妈爱搞暗战？我上骄傲的就是讲，阮查某囝为伊细汉。我唔捌，我唔捌伊，伊读车歹，我从来唔敢袂甲抢。甚至佫甲讲讲，后摆佫再接再厉，佮你拼了。啊，我家己就足无爱，我家己就足无爱读车。伊只是读中国地理，啊，这条铁路通对啊。啊，人查某囝人，我无敢问人伊做啊，人伊嘛是考上台湾艺术大学。哦，你那是不会顶咩东好哩？我感谢你啊！咱本来帮中共解重要，然后让他把这个死啊！现在就在装狗子呢。哦，我讲我讲你就是你啊！你今天早起十二点，十二点我几点？十二点我几点？哦，十二啊！哦，点。无啊，上艰苦的是迄个什么话啊？上艰苦的调原本的是十一点到一点。嗯，对，三条，拢三条，拢调三条，三条班上课，因为九点休困啦。嗯，他到那休困了后，那个班长临时啊搞的就三种状，一可能十点来，那你上两层。哦，你冇在休困啊？冇我上。系啊，啊你等等下仔，啊十点半钟唔使上课。所以十一点到一点三条。我想就该看中南乜看电影，应该是拍照名单的话题，是。我跟阿青聊咧，伫两当前诶世界诶新闻拢讲贺锦丽一定是赢川普，贺锦丽这是听讲诶，人咧问川普讲中共打台湾，川普讲伊就要改了，北京打落来，但是问贺锦丽讲中共打台湾，贺锦丽伊这听讲伊讲，迄个啊台湾有自己自卫的能力啦，啊这个迄个 CNN 呐，纽约时报全部拢听讲诶哦，全部拢。
讲停迄落迄落好停哩，即个他们在迄落迄落西南瑞小港，遐繁华纽约啦、西部遐加州哦，即迄后来有全部拢停，迄个拢停迄种迄落好停哩，结果真正的民调全部断崖，一直断违章开始，因为要伊中南部遐落江来遐农民遐基督教徒遐清教徒哦，全部拢停川普，所以我甲你断言讲川普的断崖，唔然全世界新闻拢讲。感觉讲好钱哩，大爷咧，感觉这个。是，你的声都无声呢。喂。我是自信感呐，是自信感，但是这样好，我想要的，但谢谢了，好 ，OK， 是我们的副家长来啊。你不要讲总统，我是总统，对，是那个朋友，是那个朋友，谢谢了，1500万，多听听嘛。1500万算总统了哦，算总统，好的啊，算总统，1500万哦。不是看生是立位的吗？他看生是立位的。你到底对的？我在南庄西区。好，庄西区。啊啊啊！贵姓？
我等待看。好，等待看。我定我高兴了啊！再见。啊，拜托各位，六六六。瓜分脱皮呢，就是变到这个是因老母害的啦。因为因老母感觉讲别人拢会着阮分的啦，拢会着这个干部的代志啊。瓜分脱因老母家当作不良，啊，就是你这块这都搞，啊，这咱就无良。啊，我讲就讲中国这个经济个歹啊，什么结果？因为训练了太爱国，训练了太爱国。哎，咱讲实在，你训练了太爱国，反正你既然是台湾最大的包括艺术呀，啊，不强就是讲，这话讲啊，论真正确的是再话讲的人暗时，伊就是真话嘛，暗时他袂拄着鬼啦，啊，你若食猪肉食遐，就会挂。你再话讲这多人，唔是每一个再话讲就会发达，你看到这毛都再话讲，啊，我讲这应该是强劲他的，因我十八你讲正呀，我。所以这个都是咱南部这一定会办一档的，啊，北部人就大好啊。